大家早上好，现在是上午9点吧。今天外面刮大风，你看风挺大的，温度是11度，挺冷的。其实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是我昨天买的五磅柠檬，我把它放到外面的水桶里泡了一个晚上了，我要用它做柠檬块，因为我觉得柠檬蜂蜜水特别好喝，如果单喝蜂蜜的话呢，我觉得特别甜嘛，然后柠檬的这个酸味儿正好能综合这个蜂蜜的甜味儿，喝起来口感非常好，所以呢我都是一直是这样喝的。因为前一阵儿一直没有去 Costco，然后小卡他们那个 business center 他们也有卖的，但是是特别大的那种包装，一整箱，买太多了还用不了，所以呢正好昨天我们去就是普通的那种 Costco， 我就买了一袋，正好是5磅，我现在就把它拿到屋里然后做柠檬块。今天外面老冷了，上午还行吧，但是也挺冷，都冷出新高度了，我估计也就不到10度，还刮着小北风，现在外面下雨了。这个是我上午在后院挖了点蒲公英，挖了一筐，我给洗干净了，准备用蒲公英烀点蒲公英咸菜。蒲公英的咸菜烀好了，一会儿再做一个西红柿炒鸡蛋，晚饭就做好。我这个柠檬块做好了，人家冰箱冻得挺快哈，给它装到密封袋里，你看就直接就怼出来了，这样就行了，这就一个了。这是我早上5个柠檬做的，还剩10个柠檬，这一袋里有15个。你看我们每天吃3块，这些能吃半个月，17天。这个就是圆的了，两个方的，当时买的时候有一个圆的吧坏了，其实圆的也挺好，那个稍微大了一点，觉得圆的是不是正好。看就是那些外国的冰格吧，不是纯圆形的，那个是外国的吗？都是中国产的，是外国比较讲究实用主义。没有这个我真的不太爱喝蜂蜜水，我不爱喝甜的东西，给它综合一下，我还挺爱酸甜，还可以，纯甜的东西我一般都不怎么喝。我还好，比较喜欢喝甜的。你爸还比较喜欢吃甜，现在也控制糖了。啊，这是一半，再来一大，这个就是早上的榨汁机拔的榨汁机。哎，我那榨汁机买的时候我记得20块钱，刚来的时候挺经用的啊，用了10年了。像这些漂亮吧，像这些柠檬榨完了之后，等它泡完水了，你都可以嚼不嚼不给吃掉。对，这都可以吃的，因为它就是打碎了之后，柠檬的皮嘛就可以吃，这个营养比较丰富。看，三袋可以吃半个月，17天，放冰箱里冻上，搞定。哎，你爸呢？卫生间呢？上次你爸那个不是驾照体检吗？然后那个医生说你爸，就你爸爸是属于是一到体检啊或者什么，他就稍微紧张一点，然后他就血压都高。我记得那时候移民体检的时候，他也是比较紧张嘛。怎么还走了呢？哎那时候吧，我就这个是那什么，我给你拿过来，这是你爸那个，他去体检嘛，你给他开的，让他验血的单子。
我们家的血压计也从来都不用啊。如果我把衣服脱了，会不会就臭？不用，就搂起来。但是我能穿着裤子搂。你那个袖子褪下来一个。哎看看小卡的血压是多少，67/90，哎呦，不错，87，哎，但你心跳挺快，87，哎，老卡，来你测一下，不用，那就行，那我来测一下，来，你按吧，开始。你录那儿呢呀？录机器。嗯。108/69/71，咱俩谁高啊，珊珊？你高。你那么低吗？看老卡同学的啊，老卡是一去检查身体的，肯定紧张，血压就高。上次家庭医生说你多少啊？没问，他哪说我高？不可能，没动作呀。坏了，坏什么坏呀，坏了，你俩给用坏了，不可能高吧，啊，肯定比咱俩高点儿。哎呀，你俩那还叫血压呀，别说话，我俩这咋就不叫血压，你俩有血压吗？别说话，影响效果。82/118，哎，你心跳咋那么快呢？我有一颗火热的心呢，我从来都是这样啊。谁说心跳快容易死啊？记上，对，哎，我给你拿笔去。拿去吧你。你说你拿个三脚架还捧着。我拿那个三脚架录吧，嫌这回事老踢上它。今天是多少号啊？28号啊。是对。28号，对。晚上了是吧？嗯。82。有点慢了。嗯。这还高、啊。越来越高了呢，没高。13，然后。那是上午，这是下午。那你为啥一到那儿你就高了呢？我怕进医院，我怕死啊。我也怕。很奇怪，其实我怀疑他那个血压计坏了，也这玩意儿。他不是那个，就是耳上拿这么听的那个，是啊，像你妈这么测的，他也是用这个。第一是血压计可能有毛病，第二呢，有可能我紧张个屁，有这么大岁数了。你就是一到关键时候你就紧张。我怕死啊！反正再另一个吧，他总鼓捣点事儿吧，那时候开点单，让你去，是不是对，他也是。产生点费用，当然了，家庭医生嘛，就通过这个完管政府要钱的。啊啊、这个你看，给我一张纸儿，他不得报点销？让你去体检，要个180块钱的，不知道瞎说，还给我了一个验血的，我到现在忘了，我还没给预约呢。但我问了他验血吧，他不给我。他那个就是结果直接传到他那儿去。当然了，完有事儿他给你打电话，没事儿就那么地儿了。其实我想掌握这一手信息啊，但是中国医院不都拿了，我自己看啊。他这不让，我就记着我那时候来了。可以，可能到那儿去查去，我估计是。具体我不懂了。严格的让你看，你也看不明白。我看不明白，还有这 Google 啊。啊，Google， 我刚来的时候吧，可能是第三年，是第几年？然后也给我开一个验血的单子，我也没验，我觉得验那玩意儿没啥用，有啥用啊？整体来说我肯定是没干嘛，但是验血确实能查出很多很多问题。对，通过验血完全是就是咱不光是胆固醇，就是你抽烟不抽烟，你喝酒不喝酒，这都能看出来。嗯，完你的整个的健康情况都。那你去预约一下呗，去验一下。预约想看一下。主要是现在有疫情吧。爱看都不爱看你。不是，现在有疫情吧，就怕到那儿又抽血又啥的，没事儿完给你感染一点。疫情有啥关系？那是呼吸道的。你这是血液循环系统的。哎呀，血液里也有病毒。废话，那得不能给你再扎一针。我怕这针管里头有病毒呢。都是一次性的。拜拜吧，大家，再见，谢谢大家观看。再见。